谢谢大家。就被我出卖了，对，可见我平常在学校做的坏事还不少。
他们就没有往好的地方想，对不对？ OK，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年度公演最后结束的 ending 是快乐的，毕竟青春无敌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我一直很想尝试一个东西，对，那我们要请观众们一起来试试。这首曲子有个地方，我们需要全部的观众跟我们一起用力的跳一下，你们有办法试试看吗？想试的人请举手。哎，不多哎，我应该我常常看下去是黑的啦，我实在看不太清楚。来来来，挥挥手好不好？你想试试看的人 ，OK， 好，来。我待会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啊，我会给一个暗示，我的手会举起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蹲起跳。因为我想试试看，我们用力跳这一下，演艺厅会发生什么事？对 ，OK， 好，来，现在所有观众，请你们起立，我们试试看，对，很快哦，非常快哦。对，请你们起立，你们坐太久了，坐太久了，来，请你们起立，请你们起立，对对对对，你们坐太久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先小小的试一下，小小的试一下，记得你一定要这样子跳 ，OK， 好，来，照着拍子，照着拍子，我现在很慢很慢，以免有人的膝盖受伤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。试试看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蹲起跳，对，哎，怎么 OK 嘛？好，来，哎，校长也跳了耶，校长要跳最高哦 ，OK， 好，我现在速度很快哦，速度很快哦，记一个一次哦，速度很快哦，来，四、三、二。一蹲起跳 ，OK， 哦，大家都好厉害，好，请坐。所以待会我们待会演的时候，到了那个点的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看我暗示，然后呢，大家很用力的跳那一下，然后看演艺厅会发生什么事，这是我一直很想知道的 ，OK。